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，我系 Sason，欢迎嚟到我嘅频道。今日要介绍嘅歌咧，就系刘子玲唱嘅歌，叫《莲的心事》。《莲的心事》原唱咧就系中国女歌手乌兰托娅嘅，咁作词系孙红恩啦，作曲系薛成勇，咁啊出自呢个专辑《我要去西藏》嘅。咁《莲的心事》咧就系比喻一个女子咧，佢就系莲子，咁咧。佢就等咗佢爱人500年，咁每一年咧都为咗佢爱人心碎一次咁样嘅。咁由于呢只歌咧大受欢迎啊，而家已经变成广场舞嘅常客噶啦。咁而家大家可以睇下刘子玲嘅演出啦。总是颠倒。
嗯嗯嗯嗯嗯。